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的是上圣君乐饭店四楼的宴会厅东岳厅。已经门就可以看到这个迷你沙发区，客人可以利用这个沙发区来做稍作等待或是聊天使用哦。再往里面走是我们的宴客用餐区，里面只有配置一张宴会桌，最多可以同时容纳24位一起用餐。包厢的设计高贵隆重。厅内配置有50寸电视萤幕以及卡拉 OK 哦，还有贴心独立的化妆室哦。东岳厅属于独立包厢隐秘性佳，厅内无柱，非常适合举办家宴型的客人使用哦。